坐我的船，嘿，啊来坐我的船哈，来，睡吧，好，咱船那边舒服。不用啦，你又不要掉下去，你在这船上拍就好了。啊，你当时来看鬼桥，那暗时来大鹏湾，暗暝摸唔知要创啥物会吼，袂，我家己讲完大鹏湾做浪漫嘞，因为咱统管处嘞101年的时候，101年。澎湾的跨海刀角上面做了灯光哈，阿小进行冬天6点到9点，哈，都会有哦，那些五彩是整点啦，好，啊夏天的7点到10点，每个整点它就是五彩的，好，啊整点的时间以外呢，它就是单色，一天一个颜色，好，很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你头我是拢看到没？要钓鱼啊？好，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。好，结果我告诉你呀，因为迪拜啊，那不是某大拢共租的啦。阮家有一个阿婆啊，吼，啊咧租迪拜房过住，那你敢知过一工要开偌济？要一个，猜一下，多少？一万。吼，你大户哦，你2000，好，明显的打两折，吼。来，要一个，爱偌济？昨天白要爱开偌济？500，免钱无可能，做袂到啊！2万吼，你迄个郭台铭的后代款吼，免开偌济？100块，你收上啦，嘿，爱家己过的哦，爱家己过的哦，无莫大哦，为虾米袂使莫大？因为莫大你话人袂晓看。